这家伙好像只有小男孩跟爷爷两个人了。是啊，没敢弄去。妈，啥时候？好悲哀，我们不，我家都在，找了六百个。妈妈，今晚要住这里吧？不会，那我们本身真的爷爷的同意才行。哦，对。哦。给，谈恋爱，哦，跟上。嗯。这水哦，谈恋爱，你这个。我。